哎呦，无耻！太天真了！你要没有这些钱，他能看上你这个人？朕乃一国之君。殿下，殿下，答应过我了，不可以！饶了你了，不行！饶了你了，饶了你了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我说你爸不是个男人，我们都要死呀！妈妈，我才是你妈妈。 闺女小雪呀，对不起，先生，什么叫有情有义？有情有义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感情，叫情义。姐姐常说人间有情，可情没和，是不成。